在台南有国家级地之称的贵人文化中心，在暑期推出电视曾经台南市青少年国家团创团音乐会训练营。今日八月七日，由市长韦德亲自为活动开锣揭幕，并且主办主会乐团演奏。我无法度停止看你。韦德此时台南市青少年国家团成为青年业者蜕变甲成长的重要的里程碑，也希望参与训练的青少年音乐造诣更上一层楼，并有充实的收获满满的暑假。台南市长韦德隶属表示：“是我们蔡王权团长真的跟着他，我们这个青少年。”民族管弦乐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团长导师，那也谢谢各位学员，来感谢我们民族管弦乐团的各位老师。那因为大家，我想让我们更丰富了我们整体台南市的国乐、民族乐、民族管弦乐团的水准。那过去我常在文化中心也好，在归仁这边也好，常常主持或者是参与。我们很多学校的管弦乐团尤其是国乐团的一个表演，我的心里面一直想，就是说我们台南的同学这么优秀，在音乐各方面，不管是西乐或是国乐的造诣，都有非常非常杰出的表现，不只是热爱，不只是学习，不只是成团，而且跟其他县市的一个这个比较，或者是竞赛中间往往能够脱颖而出，真的让我们觉得不管是老师或是家长的支持或者是校长的带领，都能够让我们台南市的音乐教育发光发热。那也谢谢各位，那我们今天是一个创团的表演，也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将来在我们青少年民族乐团的这个表现，我们未来一定是能够起一个起头羊、领头羊的作用，能够跟各校的民族管乐团以及国乐团有更好的一个互动，那能够让台南青少年的这个国乐能够更好的成绩以及更好的演出、更好的表演。再次祝福今天的演出成功，各位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各位。好，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为本周的点石成金台南市青少年国乐团创团音乐会训练营开锣。谢谢，谢谢市长以及现场的所有贵宾以及媒体记者，记录一下这个纪念性的一刻。谢谢市长。市长韦德十分肯定台南市民族管弦乐团为国家协助打造优质的舞台，希望台南市青少年国家团的创立会当发挥领头羊的作用，甲各校乐团有更好的互动，让台南青少年国家有更好的发展。青少年国家训练营自八月七日星期二到八月七六日星期日，每天九点到下晡五点，52位学员将依课程安排，透过专业指导甲团队的训练，提升自己的演奏技巧和音乐的表现能力，并在短短六天内打磨出一场不同凡响的电视曾经的奇幻音乐会。以上是台北门新闻网报道。